Jung花做眼了。 嚣张。 直接去超虫，哎，但是我感觉来不及了呀，哎，不该直接来的。 三狼加 F6 能不能到6？ 他打龙，那我去他上面削吧。 哎呦！他这波直接去打龙，到底是为啥呀？我真没想懂，我也傻逼了。
我该去他石头人了，他大不了溜了。 还好没被晕到，哇！ 电机好像来找我了。哇，这边有眼的。 这么多眼啊！怎么哪都有眼啊？他不会来我野区吧？ 艾克在下了。啊？ 这伤害，我操！坏了，1000块。
我忘了。哟。 我忘了他上波没叫大死，我去他乙区了去，他这波确定是没大的。 没闪了吧？ 他意识能意识到这个我信，因为我刚打完艾克，刚杀死艾克，但是这波在没眼的情况下，一个正常的卢锡安他敢过来吗？我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愣头青。 这进化都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啥意思。我放了，我大招 CD 50多秒，这波小龙探我去不了。如果有人过来了，小心为上。
贵呀、啊，这些东西，我还差50块钱，它没大的。艾克带。我操！他这个风女大招什么意思啊？没扫描啊！是吗？那只能是我开大招开晚了。我没开啊，不可能！我如果没开大招，我不会躲那么快的。真没开的，没开大可还行。我怎么跑这么慢啊？我感觉我被耍了。大龙，还预判操作，大龙都打完了。
这艾克能出来吗？能出来吗？艾克，别当缩头乌龟可以吗？晕一下，勾一下机器人，机器人呢？你在干什么？